为了提升陕西乡内农产以及观光文化，陕西乡公所举办一场农产产业文化活动，希望借此提升陕西乡的知名度，让民众会当了解陕西乡不只是外海的偏乡，嘛是有真多好食好耍的好所在。这场农产产业文化活动集合陕西乡内各社区的发展协会前来摆摊，各社区嘛将发展出来的特色农产品展现伫民众面头前来卖。陕西乡长苏伟军表示，这场活动就是要让大家知影，陕西不是干那只有风头水尾，是有真侪美丽景色、好耍的观光工厂、甲好食的特色农产品。咱今仔日吼，陕西乡公所伫咱桃园优格饼干学院边啊草丰路旁吼，来举办这个农特展的推广文化活动。那么就这边诶办的活动，希望会当提升咱在地农产品的那个活动啊，能够能见度。那么也非常感谢哈台电啊、优格以及所有的单位团体的赞助跟协助啊，咱当时哈嘛够有真侪表演团体有过来节目啊，咱社区啊以及所有的跩团体嘛真心尽力来大家协助。那么咱不只是讲来推广咱的农产品啊，咱陕西农产品哈是拢真优质，希望大家能多多购买。那么来遮逛这个展览会场以外哈，咱陕西嘛有过来景点。包括咱的桃优格饼干学院以及新麦啊烘焙王国，这拢是咱在地知名的观光工厂。那么也够有咱酒店吼，也有蛤蜊冰营啊，咱的温阿港的迄个海产嘛，拢真新鲜，啊鱼虾嘛真多啊，咱的肉粽角啊吼啊，搁天然水稻，这拢是真好的休闲的一个好去处。希望各位全国的好朋友来来到陕西，吼，拢会当收获满满。陕西乡虽然是民众认为的偏乡区域，但是因此嘛，让当地民众有无认输的个性。侪年发展的青农组织嘛，不断咧为陕西乡种植出搁较优良的有机无毒农产品，让陕西乡成为重要的种植农业发展区域。新中华新闻李炳宏，陕西采访报道。